吴艳妮在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东京站女子100米栏决赛中，以12秒80夺冠。赛后，她激动写道：“战东京再度一见三连，12秒80，逆风0.6夺冠，刷新亚洲赛季最佳成绩，拼回中国女子100米栏历史上在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金标赛事的第一个冠军。的确，吴艳妮创造了一项中国田径的历史。 别再说他爱秀了，这可是真实力。”吴艳妮还感谢了很多人，写道：“对所有的教练和队友们，对所有支持中国田径的人们，我只有深深的感恩。今天我不负使命，并且吴艳妮弥补了无缘东京奥运会的遗憾。她写道：“今天在这片东京奥运会的主场地夺冠，对我来说是弥补了当年没能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遗憾。接下来。” 只愿每一天的战斗都酣畅淋漓，用更好的战斗来报答大家。